陈麦冬，嗯，这是什么？什么？我问你，这是什么？不是，你快放回去！你什么素质，在人家乱翻东西？这是东西吗？这是我。你赶紧还给我！哎呀，问你呢，是不是我？你说呀，是不是我？是不是我？是不是我？是是是，怎么着了？你什么时候做忘了。的？嗯。高中。真的？那么惊讶干什么呀？向来比你长情。跟我说说吧，今晚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跟我有关？真有事的话，一定要告诉我。有什么用呢？你都已经够累了。我没关系的。陈麦冬，嗯。你还有没有带别人来过这？又找茬？有没有？没有。你今晚真是……那就只有我。因为你的腿，从小到大我一句重话我没说过。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我倒要看看你想干嘛。废话，成年人能干嘛呀？赵姐，你是不是喝大了？就你这身体，各自都是负累。没有，我就是轻浮。那时候我不了解你，而且我也道过歉。你如果选了陈麦冬，这就是你们今后要过的日子。林妹妹，你看漂亮吧？你那可看不到，咱们今天镇上吧，还弄了一个跨年倒数。要不是因为你不喜欢人多，我就带你去了。再等等，肯定还有人放的。哎，啊，漂亮吧？就因为我这条腿，我谈个恋爱容易吗？就算我想找乐子，我爱着谁了我？
怎么了？不是怎么了？周双蝶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要勉强我？你说什么？你刚才的话再给我说一遍。我后悔了，我不愿意。上车，送你。我想了一路也没想明白。不知道是男女有差异，还是我们之间有差。如果冒犯了你，跟你说对不起。但你之前说的没错，我确实做不到及时行乐。你可能也高估了自己。反正挺可笑的。古人说露水情缘要不得，果然比纸都薄。张姐，我到杭前不是你的对手，所以真的算了。